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练习舞蹈，每天下午从小学放学以后，妈妈带着姐妹俩来这所舞蹈学校继续学习跳舞。练功很辛苦，姐妹俩都是认认真真，一点都不马虎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坚持一下啊。对，练完舞蹈基本已经是晚上的八点半了，妈妈和姐妹俩就住在学校的宿舍。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原因吧，所以只能这样，没有办法，为了孩子成长之路，为了孩子学舞蹈。妈妈照顾着姐妹俩的生活和学习，当厨师的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赚钱，养着这个家，支持着女儿们的梦想。爸爸做的一手好菜，却成了懂事的姐妹俩的一个小小心愿。如果你吃了爸爸的，我爸爸做的龙骨，肯定还想过去吃，非常好吃，就跟那排比排骨还好吃的。但是有一次他爸轮休吧，就休息，然后孩子就说：“爸爸，我很想吃你做的龙骨。”可是他爸就说：“宝贝呀，爸爸今天累了。”爸爸就说：“我累了，让爸爸休息休息吧。”然后我就非常理解爸爸，但是我后来我就没有办法让爸爸做。但是下来的时候，我还是和星星一直在讨论爸爸的龙骨。我就觉得孩子很乖，他有那么大的渴望，但是他不向他爸爸提要求，不说。爸爸是厨师哈，做的那个龙骨就是酱大骨，很好吃哈。有多长时间没有吃到爸爸给你们做的龙骨了？两年了。那为什么总是吃不到呢？爸爸饭点的时候就不在家，天天给别人做饭，然后我们天天放了学然后去艺校也见不到爸爸。爸爸工作忙，为了给我们赚钱。所以说你们通常情况下都是妈妈在照顾你们哈。嗯。很想学爸爸做的龙骨吧。啊。两年都没吃到了哈，你说就近在咫尺，爸爸也忙，孩子也忙。今天呢，姐妹俩的父母都来到了现场，而且他爸爸呢，还特意带了做好的龙骨。老王，就别藏着掖着了，端上来给孩子吃吧。欢迎你们俩来到非常六加一啊，欢迎欢迎。来把那个纸袋给我，对。好了，让两个孩子自己端着，在这里享受吧，然后你帮我把这个带回去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。比两年前还好吃，所以特别给你们做的嘛。哎，既然你爸爸的龙骨这么好吃，你爸爸手艺那么好，嗯，我给大家分，对，给大家让大家尝尝，好不好？尝一尝，尝一尝，拿筷子给人刀两口嘛，尝一尝。拿一个。尝尝好吃不好吃？嗯，好吃。好吃啊。你说你嚼两下再说好吃也行，刚进嘴里就告我好吃，闻着就香啊，好吃吗？给你来一块吧。非常好吃。老王，你说你净惦记自己两个宝贝闺女了，你这一盒吧，他俩明明现场吃不完，你多拿几副筷子来啊你，他拿两筷子就两副就，好了好了，那个就放旁边吧，先放旁边，先放旁边。撒的到处都是，别撒在身上哈。来，吃过的，大声告诉我，好吃不好吃？老王还是你，多带点。我好像听说，你们的父亲，有你们的爸爸啊，
好像几乎没有看到过你们的演出，一直都没有看过，一次也没有看过，没有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还是忙？因为爸爸为了我们，然后就是工作就不想多休息。所以今天爸爸妈妈都来了嘛，尤其爸爸也来了，还给你们带来了好吃的东西，就是想给你们一些鼓励，因为他也很关心你们。那今天好好表现给你们的父母亲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好，学习组合。梦想之门呢，就要为你们打开了，要请你们步入一辈子梦想之门，来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祝你好运。现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。马上我们就要看到的是今天的三号主人公，现在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三号主人公王鹏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鹏，这是我今年的第四份工作。我以前卖过音响，卖过日用品，搞过彩铃。您有驾照？如果有驾照没有车，又想过车瘾，您找我，请您租车。没错了，这是王鹏最近的第四份工作了，汽车租赁业务员。王鹏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小汽车的里里外外、前前后后、上上下下都被擦拭得干干净净。有客户来租车了，车上的东西得跟客户一条一条的检查核对，可是马虎不得。车上的车现是自己带的，看一下机油，来试试机油的液位。好，机油这边哈。对，都有啊，包括刹车油、玻璃水、电瓶，没问题啊，正常啊，看一下。
现在看看上汽油油箱，现在是两格，是电子的，再加上两格。车里的尾栓您回来给保持一下，没有问题。回来要是车脏的话，您给捧下车，行吗？好，谢谢您。当然，作为新员工的王鹏还负责一件事情，就是给大家做午饭。海饭了，海饭了！王鹏，中午吃吗？大卤肉面。王鹏，快收了吧？啊，收了，收了，来了，赶紧，赶紧吃，吃吃啊！赶紧了。快点，来，排队，排首歌。捞面做得很香，大家吃得很香，所以说出来的话也是香香的。王鹏的面做得不错。王鹏活干得也不错。王鹏开车不错。王鹏洗车更不错。王鹏歌唱得也不错。还有王鹏放上也不错。王鹏刷碗最不错。我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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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很不错。一首真的不错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没有时间再无谓的承诺叹息，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北京，迎着世界的风，我要无畏的挺立，对于必须做的事我永远都不怀疑，要做就做最好的，不要明天再说真的可惜，我知道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不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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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努力。我真的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的朋友，我想骄傲地告诉你。我真的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的朋友，我想骄傲地告诉你。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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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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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不错。你好王鹏。你好勇哥，欢迎来到非常六加一。刚才从 VCR 当中了解到啊，你两年之内你换了有四个工作，你干嘛了你？这两年里我干的可多了啊！这两年我干过卖过音响，卖过音响，卖过洗发水啊，送过货，然后搞过彩铃销售。不过销售销售啥叫倒？现在销售啊，销售彩铃销售，然后倒黄了，挺倒霉的。然后现在就刚才干现在这个汽车租赁了。前三个都像你说的挺倒霉，倒黄了啊，黄了。这样，你认为你工作努力吗？我认为我挺努力的。你卖力气干了吗？卖力气了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这几项工作我们都总结总结，为什么都干不下去啊？两年换四个工作，先说说第一个是卖音响。音响，卖音响，这个很好的工作呀。这个其实我卖的干挺好的，卖的也挺不错的。那我们现场卖卖音响啊。就是，这音响你给我卖。行，各位顾客欢迎来到本店，我的这个音响特别的好，如果今天大家能把我的音响买走一套，是随便一套，我包送货，我有安装，然后包炕楼，您住几楼我给您送几楼。这个音响的音质相当不错，我们可以听听它的低音效果。哎，勇哥麻烦配合我一下，来个低音怎么样？发个低音。我对，听出来的效果不错了吗？一听这声音多么底沉浑厚，就像石沉大海掉到海里捞都捞不回来。妈叫石沉大海啊。我们这样吧，再来勇哥，再来听听这音响的高音效果。勇哥麻烦再来个高音，再来个高音效果啊，
再来个高音啊，刚下我可不可以？不高是吧？再高一点啊！谢谢云哥配合。我知道这个音响它卖为什么卖黄了。哎，你要去销售个音响，还得答应我试音是吧？你说你的音响大概多长时间？是因为什么黄了？其实卖挺好，就是因为那个卖音响那市场黄了，拆迁了。摊儿没了，啊、摊位没了，对，所以就干不了了。啊，说好，那也是客观原因啊，摊位没了嘛，市场拆迁了，干不了了。第二个是卖洗发水送货，对，卖洗发水，你送货吗？送。就那你是瓶装的还是袋装的？袋装的。袋装的。对。一天能送多少？一天能送个300到400袋吧。也不错的生意，而且你送货上门，为什么就干不下去了呢？主要讲了这个东西，主要就是特别便宜嘛。你现在像一些人大家用一些洗发水，尤其涂在身上用的，就是不敢涂便宜用，所以这东西越卖越不好卖，而且我这都是袋装的，现在一般那品牌的一些都是瓶装的，所以一天出去之后也卖不了几袋，所以就不干了。现在还用过去我知道那个就跟那一袋袋可以撕下来的哈，现在还用袋装洗头的请举手，用瓶装的请举手，那谁得黄。这大概干了多长时间？就这干了3-4个月吧，还是三四个。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没办法客观嘛。那后来不是销售彩铃，这是个好买卖，只要找对客户。对，这彩铃这个是个挺好的业务，你就是找一些公司和一些企业，把他们所有员工的来电铃声设置成自己的广告或者一些宣传什么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个很好的买卖呀、啊。来，我先是你的客户，你来给我们。做一个，对啊，做哪做非常溜达机的啊，可以，那可以，我可以做，行，给你打电话啊，啊，打电话，然后你要出彩铃啊，啊，对，噔，喂，您好，欢迎致电中央电视台非常溜达机，本栏目本着替老百姓圆梦为宗旨，在主持人李勇的带领下，常年服务于基层群众，急群众之所急，梦群众之所梦。你梦到了什么就打电话过来，我们一定竭诚为您解梦。你说他不被炒了，非常六加一本来是个圆梦的节目，让他弄成一个周公解梦了，这是个很好的买卖呀，应该干下去。后来怎么后来就是找不到客户嘛，其实我主要负责就是找客户、找不到客户，你做不做彩铃都是一些企业和一些老板说的算，像那儿的经理也好老板也好我又不认识几个，所以找不到客户我就被炒了。你现在这工作汽车租赁啊怎么样？觉得这干挺好的，工资是1500一个月，嗯，然后中午还管饭，然后但是我现在在试用期当中，我觉得这份工作能够做下去的、啊、能够做下去哈。总而言之呢，两年呢四个职业哈，前三个呢确实有客观的原因，对啊，其实这个王鹏呢也很努力啊，也很卖力气，但是这客观原因啊也是挺倒霉的哈。当然了，这里面离不开另外一个人的支持，那就是王鹏的老婆，王鹏的妻子。我们来认识一下王鹏的妻子老婆。现在五楼的阳台上有花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，我现在把它租出去了。为了能省下一点钱，王鹏把和妻子结婚时住的小楼房租了出去，再拿租金的一部分在平房区租了这个小小的房子。现在这房子是我和我的爱人在这租的一个平房，环境还可以。来，请进。请进。这就是我跟我们对象在这住的这间房子，平房还不错。哎，燕平，来出来，这是我的爱人。哎，看这音响了吗？这音响还是头两年前那会卖音响时剩下的，现在摆这儿。那边房子楼房租出去了，那个楼房租了600块钱，这房子平房子租了300块钱，这中间不能省300块钱了吗？屋子很小，但还是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此，不过倒挺开心的，我俩睡这上真透。每天晚上打开白天再折叠起来的沙发床，或许见证着王鹏和妻子之间的恩爱与理解。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住的是一个楼房，装修很简单，然后自己设计的，所有用的摆的呀都是自己选的。我没有觉得跟他从那里头搬出来是吃苦，可以解决家里的一些困难吧。我觉得两个人相爱住什么地方都无所谓的，只要他爱我，我爱他就够了。王鹏的妻子啊，说这么一句话，就是只要有爱啊，住在哪里都幸福啊。他媳妇儿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是在我卖音响时候认识我现在妻子。啊，他给了你很大的支持和帮助。今天我看到王鹏的妻子也来到了现场了，欢迎你。作为一男人嘛，这个职业换来换去，的确是给家里面也让妻子为自己担心的哈。对，曾经好像王鹏给你做过承诺啊，就承诺我们家要买七尺，我们家地要换成瓷砖，有过这样的承诺吧？有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客观原因呢，让自己想做一番事业的很多可能性都化为乌有了。对，所以现在这个工作虽然你刚才讲还是在试用期，但是呢你怕失去吗？对，我怕。你怕失去？对，这份工作我做的挺努力的。嗯，我觉得等过了这三个月的试用期，我会争取留下来，然后努力去工作，然后多挣点钱，把日子过好了。也就是说，所谓的试用期就是要看你表现如何才能够决定是否留下来。妻子很支持哈。今天呢在6+1，在进入梦想之门之前，你的同事也来到现场为你加油鼓气。来，王鹏的同事在哪里？给王鹏来大声的加油鼓气。老吃人家做的面啊，还让人洗碗，那吃人家嘴软。王鹏还在试用期，他刚才讲了，为了这个家，他不能再失去这份工作了，他要好好表现，争取留下来。现在离试用期还有一点时间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今天请来一位你绝意想不到的朋友，他是个说话算话的人。来，我们有请王鹏所在的汽车租赁公司的经理。有请。你好。来，怎么称呼啊？苏佳杰。好，苏经理。苏经理，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评价一下王鹏在公司的工作表现？王鹏啊，为人忠厚，人品挺好，工作呢比较认真，另外也是挺注重于细节啊。而且他有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么一种精神。今天啊，我想借这个非常6+1的这么一个机会，给王鹏上上回送来一份惊喜，就是我们公司想正式聘用王鹏为正式员工。我们公司方面的条件跟那个条款已经填完毕了，并且签上了我们公司的章跟那个法人名字。如果那个王鹏签上了他的字之后，就正式生效。大家看一看，劳动合同书，有公司的名字是盖章的，这里有法人代表杜经理的签字。
王鹏，就差你的签字了。王鹏现在哪里？一式两份。非常感谢苏经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对《非常六加一》支持和对王鹏的支持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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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总。拿着吧，我觉得不光同事们啊很喜欢你，作为公司领导呢也很欣赏你。其实真正给你动力的是你的老婆，对，家人的感动永远是一种动力嘛。能不能跟你老婆说两句话？在我上梦想舞台之前，我想对我老婆说两句话。结婚以来，我什么都没给你买过，包括一支玫瑰花都没舍得给你买。今天我参加《非常六加一》，我就是想把这首歌送给你。老婆，谢谢你的理解，我爱你。从今天开始，王鹏呢，有了一份稳定和正式的工作，希望你们俩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我们应该是抱着乐观的态度。其实你看，波波折折，波波折折，最后呢，都是美好的。王鹏，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，现在要请你步入梦想之门。告诉我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祝你好运。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，无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耶耶，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的将你我包围，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面对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你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。二三号四位主人公啊，其中有一个是组合嘛，他们的性格啊、生活啊、舞台表现我们都看到了，
现在我们再次请上今天的一号、二号、三号的主人公。首先是请上一号主人公唐诗。王俊轩，王俊奇。现在由大家呢选择出一组啊非常明星，你们的标准就是非常六加一的标准。来，请选择。如果操作完毕的话，请告诉我你们都给谁投票了？一号、二号还是三号？现在我们的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感谢大家投下的这一票，来共同关注一下本期非常六加一的非常明星是。你们的标准就是非常六加一的标准。来，请选择。现在我们的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感谢大家投下的这一票，来共同关注一下本期非常六加一的非常明星是王鹏，恭喜你！感谢所有的主人公登上非常六加一的梦想舞台。还是那句话，既然有梦想，干嘛你不来？这里是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，下周见。